我将我为上天写好啊！我准备要将我全部的遗产拢交予新玲，而且最近我把安圣公要将新玲甲志良新婚来兑换一下，予志良去联庭上班，予新玲来代表阮大方开发。我呢做，唔知你意思是安怎？嗯，客伯，你变我新娘做代表，这拢是恁大方开发内部的代志，我无意见啊。 阿公，若是你要派的新人过来跟我合作，那呢我希望你能够请伊将脾气哦较收敛一点嘛，要那无，阮可能会有真侪冲突，甚至无爽快。<笑>这点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提醒伊。阿是讲你把知影哩，新人这个囡仔，我自细汉个心歹去，所以请你爱对伊多多的包容。看你客气面子上。 这样卖想超贵，我已经用吞吞啦。没记，多谢你，咱就按你决定啦。若是有什么变动，我随时会甲你通知。OK。 明阳，多谢你阁专心过来关心阮卡强的代志。唔得，阿红因为公司伫咧无闲哦，所以我就代替伊过来关心一下，这点你卖客气啦。 而且我若无过来哦，我就唔知影阮姐啊，原来是总一工就是走来只甲阿牛咧谈情说爱。蔡明龙啊，你讲一句话好亲像咧接庇我，无缘无故就失踪去信啦。嗯，敢唔是咧？啊，你也唔事先敲一通啊电话给我，害我四个月找你呢。你后摆你也找无小芬哦，敲电话找我就好啊，你呢？<笑>阿姐。 秀芬姐啊，你若是要单恋的，才恁去楼顶，阮有重要代志要办。妈，电话来啊！千万莫出声，莫让阮知影咱电话内底有咧录音哦。喂，喂，我唔管你啥物人，叫黄志忠来听。袁世勇，我是翁美华，志忠还袂转来，小金的问题你会当直接甲我讲就好。 我即嘛想要知影讲，恁钱传偌济啊？袁世勇，你嘛知影阮兜的情形无比较早，十一对阮来讲，确实有真大的困难，敢会当拜托你，将赎金降较低？真歹势，十亿就是十亿啦，无啥物通佮参详的啦。恁若减一角银哦，恁就无法度看到恁一输赢梦的老阿妈。袁世勇，你若是遮尼坚持，阮也是会尽力去做啦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会当加阮一点仔时间。 帮阮去红借钱。好啦，时间我是真多啦，也毋过吼，恁卡将时间可能无啥多。恁若要卡手野蛮哦，我毋知恁卡将会当当偌久。袁世勇，钱我一定会尽力斗好你啦。也毋过，你千万袂当伤害阮卡将。而且，我即马要求甲伊讲电话，我要确定阮卡将还是平安无代志。歹势。 伊即马咧困，我真若甲叫起来，伊煞道理讲几千，但我毋作记做伊。啊，我会当甲你保证啦，永暗进前恁卡将绝对平安无代志。啊，若过明仔载吼，就真歹讲啊，吼。妈，
听阮世雄安尼讲，阿妈应该无性命危险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唔得，嘉义啊，子涵啊，我是讲阮世雄哦，为着这十个现金，应该暂时袂对阿妈安怎啦，这点你放心啦。啊，若无啥物代志哦，我两卖直接交了哩。我看我阿姐也相当。明瑶，多谢你这么关心我。我嘛真关心你啦，所以我决定吼，继续留在家吼，陪恁等这个派人的电话啦。我用我的精神甲行动来支持恁啦。秀芬姐啊，阿牛逐天拢会伫厝内底，你逐天拢会来看伊，无差这案，你就先甲带来转去啦。我这不是为着阿牛啦，我是为着你秀芬。我唔管你是为着啥物，我是真感谢你。也毋过我即马希望会当较清净一点啊，好好想看卖后一步要安怎行。好啦，无我明仔载就过来吼。小等你啦，小芬，啊你定定拢来阮厝里参观，我毋捌去过恁家，啊无用啊吼，我带你倒听恁家参观一下啦，安好无？好啊，真欢迎呢。来来。还是啊，你也免想啊多，莫烦恼啊多，加休困一下吼。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好啦，行阿哥。啊，时间这么晚，集中来讲公司，讲到今嘛未回来。李泰山的老饭店，真是安尼讲。这本来是您的家来事，我不应该向您家婆主动向你提起啊。啊，不过毕竟您跟你比起来，我是较介意跟你合作。但是您大方开发，真是要换你身份做代表，那呢，我真有可能会因为无法度忍受伊的个性，啊，佮有伊讲话的方式，改变面哦。Maggie， 你放心，伊的老饭店要将我原址量换掉，无遮尼啊简单。多谢你提早将这个消息讲予我知影。提早给我用做好防备，也用提早跟那只老狐狸展开斗法。来，这杯我敬你。Cheers。啥要过来？看到人，你就会知影。再见。你来啊，我有朋友在。阿姨，今天晚你总算愿意回我的面头前公开这位黄志忠先生真正的身份，是吗？嗯，没错，你没看到出一个门，我就一直把志忠念掉掉。其实暗时的时阵，志忠定会过来吃白瓜。别紧，哎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志荣伊是我的 partner， 早晚你嘛是会伫遮小拄着的啊。不再讲啦，咱暗中伫个交往，也毋是啥物袂记性的秘密啦。等到安尼大大方方来面对，志荣嘛较袂后悔。志荣，你讲对吗？嘛对啦，志忠。我实在是想袂到你有才调，会用做甲左右逢源啊！你有法度伫个厝内边唱一个本家仪，伫遮阁唱一个叶美琪啊！哼，我实在真怀疑啦。我想陆天敏应该嘛无法度得出你的魔掌才对啦，确实厉害啦！我相信只要是查甫人，拢会真欣羡你。也毋过我必须爱甲你提醒一句啦，哪一个讲设置头上一把刀？何况你即马阁有病治的，所以我可劝你也是小心保重。啊，若无，你可能真紧就会变作一只风流鬼啊！我志良，我真多谢你提醒，我绝对会好好保重。因为我爸爸让害死这段冤仇，我若是无亲手替伊报仇，我绝对死不瞑目。哇啦，啊，恁两个卖安尼啊啦，要若无？我个伫恁中会感觉真内疚诶。好啦 ，Maggie， 为着保护你这么内疚，我着先告辞啊。也毋过 Maggie， 有一句话我必须爱甲你提醒啊。你要安怎算，我拢无意见。也毋过你千万毋通有一个爱情骗子，甲你骗到戆戆西，结果煞无小心伫个眠床顶，将咱的商业机密泄露出去。
免啥。拜拜。飞机，你不是讲要我保护我的身份？是啊。那你想怎让袁志良看到我？因为那是袁志良，不过老友英、老友峰，伊拢伫咧怀疑，我开遐尼侪钱买 USB 都是你，所以我故意代代方方安排袁志良跟你伫咧遮小赌啊。而且伊嘛拢知啊，我介意你啊，可以伫咧遮看到你，安尼以后咱就无需要他来暗去，伊嘛袂阁袂乱想啊，安尼毋是真好咧？真歹势，咱两个敢那合作的关系，并无男女朋友感情的牵连，我嘛无愿意配合你做你的男朋友。啊，不过咱是有发生关系，这是事实咯。安怎？你是不是想要存过水无痕，唔承认有过这件代志啊 ？Vicky， 你想要来骗去光辉，你已经得着，无你即马阁想要安怎？唔知影是安怎啦？最近我忽然间有一个新的 idea。什么新的 idea 啦？甲你的片刻光辉，我是已经得着啊。啊，不过我最近伫个幻想，那是会当甲你天长地久，应该嘛是袂歹。你莫甲拜托，你莫想个一寡有诶无诶，好不好？什么有诶无诶？我有去想，就代表刷落来，我会去做，同款诶，刷落来。我嘛赶快也成功了哦！敢问你无听过一句话？人类因梦想而伟大。我敢那知人有够哈侪梦想，拢无路用的，迄只是一个梦，永远都无可能实现。我也是很好，你看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不是要跟你赌气票，他免过去刺激到你的好胜心。你要爱做了叠加。杨林啊，有兴趣留伫我家无？无，我即马拢叫医生回，准时食药，准时休困，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告辞，再见。日头吼，咱较赶紧出来啦。那呢，我等个妈吼做一对模范的大家甲新妇，欢欢喜喜做阵去踅街。对啦，妈，我给你提醒哦，明仔出门的时阵，你除了私人证件以外吼，啥物现金啊、credit卡，你拢唔免带啦，全部算我的，算是我对伊一点啊孝心。我看介伊，叫我干嘛？哎呦，阿姊啊，我足欣羡你有一个吼遐尼啊友好的新妇呢。唔知影，阮中伟甲秋莲若结婚吼，啊秋莲是毋是甲新明同款，遐尔友好啊？这当然无可能啦！啊，亲像地婚照迄种散赤人，哪有可能甲我比啊？对啦，妈，既然明仔载我陪你去逛街 shopping， 我看伊阿姆你有住在家，啊一起床咱就当去百货公司啊。好啊好啊，阿玲阿平真好呢。我伊阿姆吼，我嘛顺续住落来，啊明仔载甲恁斗阵去逛街啦。阿姐啊，你应该管有我地吼。明仔载再搁讲啊啦，老公啊，你回来啊，我真想你呢。你免客气，你若真正这么想我，对我这么有心，你就别在我的背后做一挂伤害我的代志。老公啊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我爱你拢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做代志去伤害你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私底下跟恁弟弟参详好，搁无外久了后？大方开发就由你来接任，我就要去接管认定啊！啊，哪会安尼啦？阿玲是变作新民坐大位，阿凤志良怎变作小股东啊？娘，老公啊，这当然无可能啊！我比你搁较希望吼，你会当正式变作大方开发当处长啊！若是安尼出门，我介绍你的时阵，我嘛靠不住啊！我不管这件代志，你是咪要承认？为滴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的同意。老公啊，这点吼，我比你更加反对啦！啊，这么离谱的消息，你是倒位听来的啦？
倒位听来无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话是恁爹地亲嘴讲出来。就敢那亲像我咧讲的啦，你太太唔拿哦，讲是官话，连他看蛮硬话啦。要结婚之前讲啊，这尼啊好听啊，讲结婚后吼，都要用志良来接班做大方开会的董事长。到即马咧，突然间变卦，讲话无算话。好啊，安尼我看吼，我志良嘛来后悔娶你啦，这离婚证都提出来签签的啦。妈，老公啊，你千万别生气，妈妈激动啦，啊，妈妈讲啊要离婚那边去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跟恁做伙反抗到底啊！啊，那无我即马打电话叫阮爹地过来解释一下，买当证明我的决心吗？好啊，叫李泰山哦，来讲个清楚啦。妈，老公啊，阮爹地的电话已经关起来，有可能是咧困啊啦。啊，明仔我一定约阮爹地过来。英啊，恁就靠恁担一下，好不好？心灵啊，这件代志你想要处理就好啦。啊，若无靠时阵哦，唔通怪阮志良对你无情无义啊。阿弟，阿祖，你有查到什么吗？大小姐，我拄啊遵照你的吩咐，跟总副总裁，结果发现伊离开咱家了，直接去金美记的饭店。这张金美记大饭店？我唔对，我认为副总裁过，甲商业机密一定有关，因为落车的时阵，伊的手头搁提一个公文袋。这敢是代表讲，这张有可能暗中出卖差人，甚至早来去用美记收买做失败啊？大小姐，这点我早就怀疑。就伫阮志良对我进行买收的时阵，我向主席报告过，这个麦基真有可能对副总裁进行买收。啊，不过伊当时主席并唔相信我这点话。即摆事实已经证明了，我爸爸无相信嘛袂用的啊。出卖商业机密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，而且真有可能佫会牵涉到副总裁公司所签的保密条款。我相信这件代志，主席一定真重视。来了，我即摆就来向爸爸报告这个好消息。等一下。等下，主席和夫人现在都在休息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，还不晚。阿弟，敢真实的？不对，昨暝我听大小姐吩咐了，我就带出去，结果发现副总裁确实是去美琪的饭店。那呢，你约了就无唔对啊，美琪哦，确实找志忠做伊的失败。爸。刚刚平几点？应该要马上把黄志忠跟黄美华拢开除才对啊！平秋，你认为到需要直接找志忠求情啊？无需要。那安尼你想要哪做？我无想要哪做啊！我是要开除志忠跟美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志忠去找叶美琪是为着叔叔。志忠跟美琪的交情已经拍歹去啊，哪有啥物叔叔通好讲啊？我坦白跟你讲啦。其实，因两个已经暗中在交往。我真不相信。平秋，啊，你哪知呀？当然是黄志忠甲我讲的。你骗我！志忠以前嘴甲我讲的是，伊绝对袂接受美琪啊。啊，那志忠是去学叶美琪设计的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好了，我就全部讲给恁听。要唔过，这件代志是秘密，恁知影就好。唔通宣传出去。爸，你紧讲啊！有一案，叶美琪先用迷药，设计志忠昏迷了啊，才甲伊发生关系。志忠清醒了后，虽然真生气，不过毕竟叶美琪条件袂歹，而且志忠嘛是一个正常的查甫人。搁再讲，青米已经输食饭啊，所以志忠到最后。嘛是接受叶美琪啊！原来有发生过这个代志，安尼听起来哦，这个美琪的哦，实在有影袂见效。我是来遮先测过母狮子的个性，来向你耀武扬威。看若是甲美琪做伙，我会更加我有我个底。那边啊，
你是在想啥？无啥物啦。假是安尼，当然嘛无你有家己开除啊。妈，咱来上班。啊，是安怎啦？七早八早，甲爹哋学起来，到底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啦？爹哋啊，我即马有一件真严重的代志要问你，你袂当隐瞒我，一定要甲我老实讲哦。好啊，有啥物话做你问啊？嗯，爹哋啊，你是不是打算要叫我甲志良电话记录，互我去管大凤开发，互志良去管兰亭啊？哦，这是为了这件代志哦。哈哈哈！莫怪啦，安尼规家伙啊，透早吼，都结一个西面。爹爹，简单讲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将大丰开发董事长这个职位交出去。志良，你讲唔交地当唔交是？你唔通袂记哩？即马大丰是向你掌握董事会。李泰山啊，你即马这个办事秘书，敢来伫对付敌人，唔是咧处理家内事哦？我若是对付敌人，就无需要予一个空壳名予伊。所以正确来讲，我是把伊当作下骹手人，一个需要方便的下骹手人。我你现在是安怎？你是把阮尽量当作奴才是嘛？妈，你先免生气，我来甲伊讲。爹爹，不管是下骹手人，还是一家人。该安怎讲？咱即马是坐伫咧共一只船仔顶，尤其是即马磁浮 BOT 案即个争夺战正要开拍即个时阵，我认为咱大家更加应该同心协力去对抗外人，毋是咱家己人甲门关起来内斗，降低咱家己人个战力。你讲对无？对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所以我不过是将你甲新个职务对换点点嘛。搁再讲，你是阿妈某。相关都一边敢有差，安尼是敢有降低你的战力？嗯，哼，李泰山啊，你硬要拗着对啊？爹爹，咱就事论事，敢讲你真正认为新人的能力比我较强，比我较适合领着大丰开发？老公啊，我嘛认为吼，你的能力比我较强，你的财情比我较好啦，所以我认为你应该继续管大丰开发，我着留一管兰亭迄间小公司就好啊。你讲啦，你有听到无？连你的查某囝拢去主动让位啊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好啦，新人唔肯做大丰开发董事长，安尼真简单，我收回来，我家己来做。我收你去死啦！你结婚之前讲一套，结婚了后讲一套，志良甲新人要结婚之前，你是讲啊遐尔好听，讲要让志良来接班，啊结果呢？刚才是你跟我装笑的啦！哎，啊，你又搁算啥？哈，明明是偷，暗暝是偷，表面上是揣我的钞票，实际上是揣我的财产，安尼，唔是你跟我装笑，是啥的哈？所以讲，志良啊，你着乖乖甲新娘办交接，然后先去林田迄间小小的公司去上班。那是想要伫大丰开发重新做主，除非。但我死了，我就讲了。阿爹爹，你心里无爽快些吗？我才看你会当话话讲啦。你若是死了后吼，你所有财产拢是心灵的啊。阿当你心灵嘞，你嘛财产的啦，拢是听阮志良的嘛。所以讲，这种规划你的财产也是阮志良的啦。老爷爷，阮志良，你通叫是把阮心灵吃死死，就得换大我的财产啊！你唔通逼我用信托的方式将财产交予新娘，也那安尼，我保证你冤家免想要得到一千钱啦。爹爹啊，你减讲两句啊，你注意家己的身体啦。李泰山，我对新娘叫你一声爹爹，是尊重你。我希望你家己嘛爱自重，你千万唔通逼我，我来对付你。老公啊，你莫讲我话吼，气气爹爹啊啦。不要紧，我也会卡的。老公啊，
我看好这件代志，咱莫讨论了啦。爹爹啊，我先回头顶照顾你。我出去行行。志良，阿姐啊，阿志良带新人借如意算盘，是不是拍唔对啊？李太生伊想要去你休困了，拢卖精神啦。拿来这个算盘，嘛无算唔对啦。我甲黄志良参详的计划，我阁讲一解给恁听，爱听好势。对，真清楚啊，就是绑票刘玉英嘛。废话，听我讲嘛，这刘玉英会找到李世民做伊世家啊，一定爱让李世民看到，安尼李世民就会当做证，做证刘玉英是去用白斩的。所以啊，这李世民一定要在场，咱才会当动手，知无？对啊，知啦。动手的地点就伫停车场，因车一停好势啊，一路车咱就动手，知无？对，这真简单啦。重点是，一定要当作正经的同款，袂当让李世民怀疑着。所以这刘玉英啊，一定会反抗，甚至是逃走，有问题无？哪有啥问题啊？对，你意思是讲哦，然后阮两个做甲咱真个同款对无？无唔对啦，非是最后刘玉英哦，一定要掠到这来啊，有问题无？嗯哼，对，只要你简单的代志，哪有可能有问题啦？安尼上好，来，就来成功。来，是啊，让你甲李世林交换，你来管连城。安怎？唔甘你总经理的职位是？总诶，当然嘛唔是啦。你若是来连城，我当然卖主动让位。搁再讲，会当让李世林离开，都准我让我主动降职来遮一两个工课，我拢嘛愿意啊。只不过我是咧替你抱不平，感觉唔得咧。唉。志良啊，啊以往迄个温顺体贴又搁美丽的查某囡仔，你唔肯娶，偏偏啊要娶李心凌这个读甲比义良搁较小多的小查某。我看连你的读甲嘛有问题啦。阿南，你嘛应该知影，总是为着要第六代分开发，所以才委屈去娶李心凌嘛。结果嘞，搞有啥物路用？李泰山迄只老狐狸也是有方便的，不过最后我看志良连康康的董事长拢无通做。志良啊，真可惜吼，今麦我已经替伯做伙啊，也若无，我绝对用替你出一口气。你要安怎替我出气啊？我用予李泰山包饲啊，以伊目前的身体，我敢甲你保证，免一个月时间，我绝对予伊死伫个眠床顶。安娜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实在有一个限度哦。你莫凊彩安尼跳出来，不到尾啊，予我做乌龟呢？无啦，我讲耍笑的啦。到会议即马讲啥物拢无路用啊！敢那会当妄讲李泰山肝硬化愈来愈严重，上好是得着看看，安尼真紧就会死翘翘。总诶，若是安尼，你娶着李新林，安尼就有价值啦。我无可能点点坐伫遮等李泰山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挽回局势。大伯，赶紧来！志良，即马上班时间呢？哼！若是去予李心凌迄个小查某看到我含太保在啉酒，若无予伊骂到后酒拢吐吐出来，我才输你啦。有我伫遮，啥物时阵着甲李心凌来骂人？找我的同居是同款的。啊？我会记你顶面，我去找你的时阵，只看你失恋，看你去予志忠拒绝的笑话。啊，不过最近我好亲像无拄着失恋，也无拄着去予查甫人拒绝这款代志。你来看我的笑话，是毋是找唔着所在啊？其实哦，我是想要来看清楚一个向查甫人下药啊。
迷奸查甫人，这款未见晓的查甫人，到底是生做甚物款？这件代志，你是为倒位听来啊？听你的口气，你是已经承认你家己真正有做过这款下流的见晓代志吗？刘天明，我绝对敢承认嘛！我甲志忠是因发生过关系啊，唔知你的心肝内是阴森，还是嫉妒，才会食袂着葡萄讲葡萄酸，才会认为这是见笑代啊？刘天明，你望你的良心讲啊，就算讲这是见笑代，你嘛希望会当发生伫你家己的身上，对不？叶美琪，请你卖转移目标，模糊焦点。你明明就知影我主要是要来剔除你下药啊，迷奸志忠这个部分。我骂你袂见笑，也是针对这个部分。刘天明，助理联盟袂见笑这三个字，你已经讲过三四遍了。若是你再骂一遍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总算是见笑转生气啊！吼，就算讲我对志忠做出搁较超过的代志，迄又搁安怎啊？敢是你有资格过问的啊？请问的，你认为你是志忠什么人啊？是伊的女朋友，还是伊的某？叶美琪。本来我去用志忠拒绝了，我第日想袂出这问题到底是出伫个倒位啊！结果今仔早起，我听爸爸讲出这秘密了，时间算算的，我总算是了解这所有的原因啊。伊讲，你是听黄冰秋讲的？无唔对，伊讲这是黄志忠亲嘴讲。我算过日子啊，迄当阵你来饭店找我，甲我讲你是要来向我耀武扬威。而且你嘛向我暗示讲，你已经得到志忠啊。迄个时阵是志忠拒绝我了后的第二天，我就明白啊。原来志忠拒绝我之前，早就已经和你设计去啊。所以志忠伊加减会感觉真歹势，甚至是自卑，佮加上有苦讲袂出来，所以就牵拖一挂有诶无诶啊，想尽办法找尽借口要来拒绝我。原来这罪魁祸首就是你。原来伊就是因为已经毁在你这个无查甫人就活袂落去的老查某手头。刘天兵，你敢骂我是老查某？敢讲你唔是？刘天兵，我警告你哦，一个人的永远是有限度的哦。我管你有啥物限度，只要我认为我骂的是对的，我就会继续骂落去。那么你这个袂见笑的老查某，你就继续啊！来我家后背乱飞，我就敢拍你，因为你已经超过我会当容忍的限度啊！接下来你要安怎做，我绝对奉陪到底。叶美琪，今仔你给我伸这个嘴皮，是你欠我的。我无想要跟你一般见识，我嘛无想要变做一个无水准的小查某。也毋过这并无代表讲，这个嘴皮以后袂向你讨倒转来。刘天兵。什么叫做水准？我比你搁较清楚。今日你摆在我的手头，你就爱认输，因为我得到志忠，这是事实。要若是，我是用什么款的手段去得到志忠的，也轮袂到你来过门啊！因为你无迄个身份，无资格，无立场啊！今日趁你还搁伫个遮，我就当你的面，将话讲予清楚。可能真紧，你就会听到我甲志忠的好消息啦。这点，我是百分之百有信心的。所以，请你为即摆开始，头壳内底上好是莫阁想一寡有诶无诶，彻底死心嘛。要若无，可能你阁爱一摆伤心失望，阁爱一摆秘伫个房间内啉烧酒、流目屎、堆心肝。希望我即个良心诶建议，你听会去，无错。叶美琪，黄志忠诶个性，我是比你阁较了解。伊敢毋是迄款会乖乖啊，像你即款会用暗波去设计别人诶卑鄙小人酷酷？我送你四个字，你卖戆啊！即摆换我来考考你啊！我拜托你放一条路海行，卖阁想要糟蹋伊啊！非得像像你这款的查某人，早都已经有一大堆的查甫人害你锁在拖底。因阿算到这款，明明摕出来电话一卡，因就再来遮哄抬你啊！你是安怎一定要甲这种高高低啦？若是以前要记的，唔免你提醒，唔免你考考，我嘛安尼想，安尼做。啊，毋过自从我得到试中了后，我迄种感觉，甲我开钱买转来迄种感觉完全无同款。就亲像
咱细汉的时阵，你耍佚佗物啊，有一挂佚佗物啊，本来你会感觉真好奇、真新鲜，所以就该起来耍耍的。啊，不过耍过了，你就该淡掉啊。啊，不过某一挂佚佗物啊，你耍过了后，都唔敢将伊淡掉，反倒想要将伊占有，将伊保存起来。吴志忠就是属于这种的佚佗物啊，而且我嘛已经下定决心要将伊占有。吴志忠明明就是人，你竟然把伊当作是佚佗物啊！这对志忠来讲，根本就是无聊嘛。咁安尼，那你来换过来讲啊。我每记的，万一变作是吴志忠的佚佗物啊，伊什么时阵要把我摕出来耍，我拢欢喜甘愿。安怎？安尼讲，应该袂去侮辱着志忠啊，对不？叶美琪，甲你这款人讲话哦，根本就讲袂顺切，讲到血嘴烂。哪有麻烦你出去的时阵，门关较细，我会继续享受我的报纸，甲我的牛奶。拜。特别。志忠，我过来是要先向你回谢的啊，真正是我误会你啊。误会？你是讲代志方面，还是什么代志？你唔免阁假啊啦！今仔早起，阮爸爸已经甲我讲，叶美琪是安那下药啊，设计你的代志啊。即嘛唔那是我知影，连阮妈妈甲阿爹嘛拢知影。先来把这款代志讲出。原因是因为我感觉最近你跟阮爸爸真心比，我就怀疑讲你暗中是不是在进行什么代志，所以我派阿弟去跟踪你。结果伊发现你偷偷去找叶美琪，我马上就向阮爸爸报告，所以阮爸爸唔才跟我讲你去有叶美琪设计的代志。我嘛才明白，谁那迄当阵你会对我这么残忍，想尽借口要来拒绝我。原来你的心肝内有这层的苦衷，我讲我误会你，就是这件代志。特别，就算我不愿意，这件代志嘛已经发生啊。啊，是讲我本来有要求文初先莫讲嘴，既然已经讲啊，我嘛无多做事。我希望这件代志你知影就好，都莫搁传出去，因为搁看哪讲，这嘛是无公差的代志。志忠，以这件代志来讲，你根本就是受害者嘛。无公差、未见效的人是叶美琪啊。坦白跟你讲嘛，袂要紧啊。其实我头拄啊。有走去找伊，你去找美琪，我去骂伊皮皮啊！竟然用这款步骤来对付你，我一个当，我都骂伊是袂见晓老查某。啊，你安尼骂伊，伊有啥物反应？伊就见晓转生气啊！竟然搁动手搞我剩一个嘴皮。动手拍你，啊，你有还手？我当然嘛就想要还手的啊，也毋过最后我是忍落来，因为我无想要要到最后两个查某出手相拍。这尼啊歹看，这尼啊无水准。特别，啊你骂伊袂见笑老查某一句话，确实真歹听，无怪伊会挡袂牢出手拍你。我无认为安尼嘛有啥物唔对，伊本来就袂见笑嘛。表面上计啊，敢若是真有水准的女强人，啊毋是啊，竟然用一个查甫人去饭店陪伊睏，佮用这尼啊下流的手段来对付你，佮加上伊的年岁嘛真济啊，这拢是事实啦。伊毋是袂见笑老查某是啥物啊？我应该哦，搁加买一句女色母才对。特别，我若是早知影你就为着这件代志去找美琪理论，我一定阻止你，何况你妈这么冲动，你都别莫名其妙，互人伸嘴皮。你是唔甘，我去害怕对无？志忠，我今日来，除了向你解释的，希望化解咱的误会以外，我嘛必须要提醒你哦。你千万唔通戆到认为讲既然已经甲伊发生关系，你就爱对伊负责任，勉强家己去接受伊，去甲伊交往。因为亲像伊这款，逐天伫遐耍查甫的查某人，加你一个减你一个，对伊来讲根本就无差啊。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啊，马上甲伊断绝来往，甚至你拄到伊，唔免甲伊拍招呼啊。特别，我即摆头壳内拢伫想，要安怎叫阿妈的代志。啊，若其他的代志，我真是无心思去想。啊，若要叫代志，要安怎处理？以后再搁讲。
目前先把阿妈平安救回来。志良，我当然嘛看会出来你真烦恼啊，也毋过你还是爱较细腻，保重家己的身体，知影无？我知。后一届复诊的时间应该你要到啊，我陪你去复诊好不好？故事照搁讲啦，我即马搁真侪代志还无闲，我想你嘛应该去无闲。你若需要到三工，爱去随时打电话我。飞机，有闲过来我家一坐无？是吗？无唔对，或者是我过去超联找你嘛用的。飞机我得要马上看到你的人。不用伫电话内底讲。不用的。好，我将马上过。你哪三个人？哼，阮才是你的人，规日拢伫个就好啊嘛，行啦。你敢无听过什么叫做好狗不挡路的道理啊？老狗，你敢在笑你这只狗？恁爸对你今仔无用处哦。闲啦！啊！导演，等一下。心肝来知知，我找你来是为了什么代志，对不？当然知啊。当着天明走来我办公室，跟我讲伊来找过你了，我就想到你一定马上找我，果然电话马上就到。那呢，你应该想好合理的理由，嘛想好要安怎向我解释啊？是安怎？黄明秋会知咱的秘密？以你的个性，你绝对无可能会无缘无故将咱的代志讲给黄明秋知的。别急，坦白讲，黄冰秋早就伫怀疑，我一定让你别生气啊！哈，伊是乞巧人，当然安尼怀疑的，这是真合理的。啊，不过应该嘛真清楚，你甲袁志良的修婚，今日有偌深才对啊？已经较清楚，我之前甲你是甚物款的交情，伊嘛更看清楚，你甲台湾开发所成立的台湾伺服器联盟集团，诸多款伫你的手头。来到爸爸的岸，就海风来陪伴，一声一声叫你的名，一幕一幕是你形影，放不下伤心的折磨，疼你的心，心袂我心。
命，无你日子寂寞影孤单。日落日出，等你三年外。情心肝，你甘放我流连北海岸？